今天我们正式开始经纪人的精进之旅。这一讲啊，想跟你分享的是房源委托环节的一些经验。说到见业主谈委托啊，好多经纪人都觉得这是场硬仗。因为如果你没能在短短的一次面谈当中让业主相信你的营销能力，愿意把房子交给你来卖，那他可能出门就去找别的经纪人了。因为很多业主啊都是卖房的小白，他们压根就不知道该怎么判断哪个经纪人是专业性更强的，那索性就多找点人了，尽量多的联系几个经纪人做交叉验证，每个都见一面，多掌握点信息之后啊再做选择。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想拿到委托，你就不仅要能给业主解决问题，还要让业主觉得你比其他经纪人更好才行。确实，你得给业主讲清楚卖房的流程，熟悉周围的市场，能用数据有理有据地给出合理的估值，解答业主提出的各种疑问。你在上岗之前呢，一定都接受过这些业务培训，但实操经验和专业素养是需要不断积累和提升的，在这个过程里啊，是需要时间的，它不是一日之功。那在变成资深经纪人之前，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呢？下面呢，就跟你分享两个经验，帮助你从众多经纪人当中啊脱颖而出，就是装备要专业，姿态要柔软。下面咱们就来具体说说该怎么做。不要光顾着来准备销售方案、定价报告，还要特别留意你的随身装备。装备用得好呢，就能强化你的专业性，因为这是加分项。我的建议是背一个双肩背包，因为它跟空手比起来呢，背一个双肩背包能让人一眼就感觉你是有备而来的，而不是光带着一张嘴来忽悠的。为什么不建议是斜挎包或者手提袋呢？因为你想让它显得有点品质啊，也没那么容易，而且对人的外形啊还是要求挺高的，不是每个人背起来都好看。双肩背包呢就没这些问题了。对于职业人士来说啊，你穿1000的西服和穿10000的西服，你背一个双肩背呢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。它可能只是一个数码品牌的电脑包，不太贵，但是能挺显好，还能让你挺直腰板，有一个挺拔的身形姿态。那这个包里都要装什么呢？装的都是能放大你专业形象的工具。咱们先来说说第一项装备，就是测量装备。来到业主家里呢，你都是怎么看房子的呀？有点经验的经纪人呢，各个房间走一圈，就能知道房子的优劣势。然后有些人呢，就只挑不好的说，因为他是为了给后面的压价啊做铺垫。这看起来好像挺精明的，但业主呢，很可能认为你就是信口胡诌，还可能导致业主拿不定主意，去找其他经纪人做交叉验证，反而是给他人做了嫁衣裳。那该怎么来看房呢？你得拿出我们的第一项装备，就是专业的测量设备，比如说激光测距仪、标尺、噪音分贝测量仪等等，来对房屋进行专业的测量。这么做呢，就能让业主感受到你是专业的人，用专业的设备做专业的事儿，同时也能给业主传达一个信息，你给的报价呀，那可不是随便定的，他就不会轻易来否定你的建议，更不会漫天要价。然后呢，你需要跟业主沟通他的需求，有点经验的经纪人都知道啊，倾听用户的需求是非常重要的。那该怎么来倾听呢？注视对方，面带微笑，频频点头以示回应。你是不是觉得这已经很专业了呢？但肯定是不够的，因为业主感受到的啊，只是你有耐心，你的态度不错，而不是你能专业的帮他卖房子。那该怎么办呢？你得拿出我们的第二项装备，就是笔记本。在和业主对话之前呢，就应该打开笔记本做记录，他说什么需求，你都要仔细的记录下来，他就能直观的感受到你是真的挺在乎他的需求的，你会帮他解决这些问题的，而不是只是卖了这个房子。当然这不是演给业主看，你也需要清楚地记得这些信息，因为很少有一次沟通就能谈妥定价的，记清楚客户的需求才能更好地做分析啊。而且当你需要跟上级来开需求分析会的时候呢，也能复述得很清楚。在跟业主讨论过程中呢，有一些信息你肯定会用到，比如同小区房子的销售情况，同户型的销售情况等等，其中至少呢要包括售价呀、销售周期呀等等很多的数据，虽然很复杂，
但专业的经纪人呢，都要努力做到如数家珍的去讲给业主听。这时候啊，我就建议你拿出第三个装备，就是提前打印好的纸质报告。你可能会问啊，是不是拿个高科技设备更好呢？比如说咱们手机里的系统啊，或者说 iPad。但是呢，你要注意的就是，即使有了高科技设备啊，也一定要准备一份纸质的报告，因为纸质报告可以让你啊，一边给业主客户做讲解，一边在材料上去画重点，最后把这份画满了重点的材料啊交给业主，这样不仅体现了你的专业性，也有助于业主回去跟家人做商量。卖房子嘛，毕竟不是一个人的事儿，而业主呢也不是专业人士，他很难把这些信息完完整整的传递给家庭成员。有了这个纸质材料呢，他就更方便跟家人去做讨论。所以我的建议啊，是要准备纸质材料来辅助交流。至于都应该准备哪些材料呢？我整理了一份清单，你可以在文档里找到。另外呢，你的背包里也不是只有这些测量工具啊、笔记本啊、纸质材料啊。我在文档里呢，也整理了一个清单，一共十几项，你可以拿来参考使用。这就是我说的，装备要专业。光在装备上下功夫啊，肯定是不够的。跟业主沟通方案的时候呢，要避开一些讨厌点，不要减分。我要分享的下一个经验就是用柔软的姿态来做沟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多想在专业上持续精进的经纪人啊，有时候会把力气用错地方。专业能力越强呢，在沟通当中啊，越容易显得志在必得。但在客户看来啊，可能会觉得你高高在上，甚至有点盛气凌人，反而会减分。首先在沟通的时候滥用专业名词，这就是个坑。你说术语是没问题的，但是如果业主听不懂，那就有问题了。业主可能看着呢是频频点头，好像觉得你说的挺有道理的样子，但其实啊，他根本就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更有甚者会觉得你是在炫耀吗？知道我是个外行，还一直跟我说我听不懂的话。那该怎么办呢？术语后面是要有解释的，比如说房客比，你就可以跟业主这么说，我为什么建议您调整定价呢？因为咱们这个区域的房客比啊不是很高。房客比不是个常用的词，但也不是什么高级的词，它就是我们经纪人习惯的一个简化叫法，就是最近30天内新增关注带看人数和新增房源量的一个比值。这个比值越大呢，意味着房源越紧俏，那咱们的房子啊肯定就好卖。但不巧的是呢，咱们这个区域的房客比平均值低，所以你要是着急卖的话呢，建议下调一点价格。你看这么说的话，一方面呢客户能感受到你的专业，另一方面他能听懂，也就更容易接受你的建议。其次是不管业主说什么你都否定，这也是个坑。越是觉得自己专业的经纪人呢，往往越是倾向于向业主灌输自己的观点，甚至和业主辩论。记住，专业的顾问是和客户业主讨论问题，而不是辩论，是帮助他决策，而不是替他决策。举个例子，比如你跟业主说，相比市场行情啊，你挂的价格太高了。他可能会说，我觉得不高啊，因为我这个房子装修好。你说，人家都会拆了重装的。他说，我这个景观好啊。你说，景观好的房子在小区其实很多。那可能你说的都是事实，都没错。但如果你多次这样跟业主去沟通呢，业主就会觉得你是在挑战他，他也会开始来反抗啊，证明自己是对的，那你们的目标就不一致了，这也违背了你要服务业主的初衷。那该怎么跟业主讨论呢？你知道业主的观点市场不接受，又不能让他觉得你是在抬杠，那就只能拿客观数据来说话，就是我前面提到的打印材料，给业主客户提供这类信息，让他们自己去做权衡。如果他坚持这个价格，那你也要遵从业主的选择，不一定要强求一个好卖的低价。因为从专业服务的角度来说呢，你已经完成了信息服务，如果再过多去干涉业主的选择啊，只能让业主怀疑你的动机，会觉得你到底站在谁的立场上说话，那刚建立起来的一点信任呢就会被打破。而且你现在的目标啊是获得委托，而不是卖出房子。即使价格有一些不合理，那挂牌一阵子之后呢，市场就会给他反馈。业主需要经纪人做的是为你的说辞提供佐证。
如果的确是比较长时间里都没人看房，而你又不离不弃的做业主维护，那业主自然会来跟你讨论价格问题。所以啊，在初期的阶段呢，不用太纠结。总结一下这一讲的内容，对于一个房产经纪人来说，要想快速获取委托，光知道怎么把房子卖出去，这是不够的，因为你还有其他的竞争者，所以必须在第一个环节呢，就要想办法让自己脱颖而出。怎么做到的呢？我的经验啊，就是通过笔记本啊、测量工具啊这些专业的装备，能从视觉上提升自己的专业性。同时呢，你还要注意用柔软的姿态来做沟通，避开一些减分项。比如第一次见面呢，不要和业主过于亲近，也不要满嘴专业大词，更不要跟业主辩论等等。其实不只是房地产行业啊，整个服务行业都是这样的。服务人员够不够专业，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标准和要求，但大家呢很容易忽略一个问题，就是怎么把你比别人更好更专业这个信息给传递出去。只有当你在认真传递这个信息的时候呢，客户才能真切地感受到你作为服务者的态度，那就是我很在意每一位客户，我愿意尽我所能服务于你。上一讲呢，我们说到用好装备啊和注意姿态可以帮助促成委托。这一讲呢，咱们就来说说拿到委托之后，那你该如何来呈现房源呢？房子跟其他商品一样，它也存在跟其他房源的竞争，所以在推向市场的时候呢，也需要通过呈现卖点来吸引客户的关注。只有关注的客户多了，那房子才可能尽快成交啊。但如果你是与贝壳合作的经纪人，你可能觉得卖点呈现这件事儿似乎不需要自己在做什么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房源的视觉呈现部分啊，有专业的拍摄机器、专门的摄影师团队还有后期团队来负责，不需要经纪人再费心了。房源在贝壳上的曝光量大小呢，又由系统来根据房源状态，由大数据打分来决定。房源的信息描述啊，不能失真，卖点需要客观描述。因为贝壳的真房源机制啊，会对描述的真实性进行审核把关，所以呢，很多经纪人就会觉得呀，房源呈现这件事儿好像没有什么操作空间了，房源信息只要完备那就可以了。而这一点呢，在房源录入系统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。我和你说啊，还真不是这样，因为在贝壳呢，房源高手就是在前面提到的卖点呈现上花了很多的心思，获得了更多的客户。那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？我和你分享两个方法。第一个，展示卖点的时候呢，千万不要简单堆砌结构化信息，而是要使用场景化和故事化的描述来增加吸引力。第二个，读懂贝壳的机制，提升房源的曝光量。下面呢，咱们就来具体说说怎么做。卖点呀，是每个客户都会关注的，像是南北通透啊、全民户型啊、景观好啊，这种看起来亮眼的关键词，可以在客户一眼扫过去的时候呢，就吸引到客户的关注。但因为这些都是技术指标的客观描述，这套房源的景观好，那跟其他房源的景观好，在客户看起来有什么差别吗？那是要用更多的形容词来渲染景观有多好吗？当然也不是了，这跟只说景观好相比呢，是另一个极端。因为过分的渲染会让客户感觉你也不太真诚。那该怎么来呈现卖点呢？我的经验是啊，卖点的呈现不是结构化信息的简单堆砌，而是要基于事实，具体有细节的描述。还拿景观好来说，你可以在小区介绍里这样做描述。当你从阳台的窗户看出去呢，首先是景观大道，两侧都是银杏树，秋天特别漂亮。当你往右转头的时候呢，你会看到远处的开阔地，那是一个公园，视野没遮挡。你看啊，这样的呈现就很有画面感，可以把客户带入到那个阳台，切身去感受说到底景观有多好。在卖点里面呢，我们内部经常说到的另外一个词叫利益点。利益点是什么呢？就是能实现业主的功能需求的卖点，这些能给业主带来最直接的益处。比如说小两口的需求是什么呢？他可能希望有一个书房或者娱乐室。三口之家的需求是什么呢？可能想设计一个儿童游乐区。如果是老人居住呢，那会关注到隔音效果啊、室内动线的合理性啊、楼层、电梯、社区活动等等，那就很重要了。
如果你的房源有这类明确的利益点，我也建议用场景化的方法把它们描述出来。但这里我要提醒你注意啊，不要把目标人群描述的呀太窄，给自己做了很多限制。利益点呢，尽可能可以多写几条，适应不同的人群，把房子能实现的这种居住功能都描述出来。像是南北通透啊，全民户型啊，景观好啊，这些都是买房人普遍认同的优点。用场景化的描述方法呢，就能给客户更深刻的印象。而像儿童游乐区、隔音好，这些都是针对具体人群的利益点。如果描述的足够清楚呢，就能更快、更合适的匹配到客户。这里再提醒你两件事。首先，想要呈现好卖点，一定要去现场体验，那你才能有切身的实地感受。再者，就是你可以赞美这套房子，但是一定不能夸大。一旦你被客户贴上忽悠的标签，你想摘掉它那可不容易。除了上面说到的这些，还有什么可以成为一套房子的卖点呢？有一个卖点啊，是经纪人很容易忽略的，那就是房主自荐。贝壳上有一个专门的字段，就叫房主自荐。房主可以自己来填写对房子的评价。你可能觉得这是房子的卖点吗？当然是啊。如果你是一个购房者，当你看到一篇写得非常认真的房主自荐，会不会增加你对这套房子的好感，并且感受到业主的售房诚意呢？如果你看到业主对装修这套房子投入了真心，会不会让你更喜欢这套房子呢？如果你看到业主描述的温馨的生活场景，你会不会很想去体验一下呢？所以说啊，房子是个家，一个认真撰写、有场景、有故事的房主自荐本身就是一个卖点。我举一个例子啊，2018年的时候呢，北京丰台区有个业主写了1000多字的一个业主自评，详尽的介绍了自己在这个房子居住超过10年的生活场景。比如他见证了这个小区从施工、树木稀少，再到充满烟火气，再比如不同季节室内外的景色、周边设施，还有老人的社区活动等等。当时我都想去看看，结果我联系经纪人的时候呢，经纪人告诉我说，这个业主自评挂出来2天啊，这套房子就卖掉了。正在听课的同学，这就是我们要分享的第一个房源呈现的经验。我这里还有套将房源的卖点、啊、场景化、故事化。联系微信客服12275。其中别忘了，卖点、啊、不光只是景观好、楼层好，你要把具体的体验描述出来，还可以针对具体人群呢，描述它的利益点。另外啊，业主自荐也是我们可以利用的好机会。下面我们说第二个方法。如果你在贝壳 APP 上看过房，一定会发现有些房源呢被打了一个标签叫必看好房。这些房源不仅展示位置更靠前，而且有单独的入口来增加它的曝光量。在贝壳上啊，打上必看好房标签的房源呢，是由贝壳通过大数据评选出来的高性价比的好房源，用户在浏览的时候呢就会优先展示。成交效率比较高的房源呢，大多都是必看好房。贝壳有一套算法机制来对房源进行打分，得分高的房源呢就可以获得必看好房的认证。你可能会说，那有了必看好房这个标签啊，曝光量确实是高，但是数量也太少了，只有几%而已，肯定得房源本身质量过硬才行吧。如果房源不行，那再努力估计也很难挤进去吧。道理呢是这样，但你的目标啊不一定是非得拿到必看好房的标签呀。贝壳的评分标准是这样的，它从5大维度啊来给一个房源打分，除了房子的基本属性以外呢，那还有客源热度、经纪人的作业情况、还有价格、还有业主的意愿。也就是说，只要你在这5个维度啊有提升，那你房源的得分就会提升，展示位置就会提前，这也给了我们进一步改进的方向。比如说经纪人作业情况这一项，如果带看的经纪人人数多、带看的次数多，这一项的分数呢它就会上升。那么你就要想办法在价格不变的情况下提高带看量。举个例子，我认识的一位经纪人呢，他之前有一套房源，因为正在出租，租客呢也不是很配合看房，好几周下来这套房源啊根本就没有几个带看。于是这位经纪人就跟业主沟通啊，说建议业主可以跟租客先退租再挂牌，因为如果带看量上不来的话呢，那可能业主就要降价出售才能成交。业主权衡了一下啊，
觉得尽管可能会损失两个月的租金，那也比降房价还是划算的多。于是呢，采纳了这位经纪人的建议，后来带看次数就上去了，果不其然，很快就成交了。再比如，业主意愿这一项呢，你要想提高分数啊，那就要想办法说服业主来写房主自荐，还有就是调低价格，让它更符合市场行情等等。要知道，在成交这件事情上呢，业主是很关注的，你们的目标是一致的，所以大多数业主是愿意写的。如果他真的是没时间写的话呢，那你可以采访他呀，你把录音记录下来，然后整理成文字稿发给他审核，最后再发布出去。这两个方法都讲完了，简单总结一下呢，第一，呈现卖点的时候呢，不要只呈现结构化信息，要用场景化、故事化的方法去描述卖点。第二，贝壳的机制不是要做什么限制，而是要用牵引的方法来提高房源呈现能力。听到这里呢，你可能会觉得这些经验或多或少都跟贝壳有关，尤其是第二点，如果我不是和贝壳合作的经纪人，这些内容对我的工作有什么帮助吗？我觉得呀，方法是具体的，但思路呢都是相通的。无论你在哪儿，它一定都有自己的规则。我提供的呢只是一个思路，你可以读懂规则去提高自己的产品呈现能力。另外啊，即使你不和贝壳合作，即使你都不是一个房产经纪人，那只要你的工作里有销售的部分，那么场景化、故事化的方法去呈现卖点，就是值得你练习提升的部分。